哎呀，又是内奸！哎，又让我想起我下午那把李如内奸了，伤心啊，伤心死我了！下午那把李如内奸，再选一次，再选一次。不过二号位李如内奸就有点尴尬了，刚才是四号位、五号位李如内奸还不错。哎呀，这个直接有人就逃跑了，这不合适吧？有个无中生有，还可以。吕蒙，神吕蒙，这边一个星洲太，好像很难打的样子。这我李如拿星洲太肯定是没有任何办法呀。耶，制衡呢？制衡为什么不制衡呀？无中生有。万剑我肯定要留着的，是吧？这我肯定砍星洲太呀、啊，星洲太最难对付嘛。闪电就不要了。我定当身先直接摸牌，这下砍士孙权了。卫武雄风。曹冲、荀彧、神吕蒙、刘协，这。这把李儒完全控不住呀、啊，也不知道曹冲、荀彧是哪边的，一边的话不用打，直接砍孙权了。闪，这是反贼。什么都略懂一点，生活更多。两张牌，亦无懈，亦乐不思蜀。反贼能够打得到孙权，当然打孙权了。这是忠臣。反贼能够打得到孙权，为什么不打孙权？反贼要是把火力打到中内的头上，这不是孙权最想看到的吗？哎，周泰，周泰是反贼啊！勇屈贤，乐不思蜀，杀！孙权起手没有制衡，我也是没看懂呀。神吕蒙是中还好。不然我知道万剑就没了，然后看刘协的了，啊，刘协是反，那这两个里面有一个中，那还行，曹冲、荀彧不是一对的就可以了。不知道刘协这波牌会给谁？给曹彰了。有点强，是很强呀。有人包养的曹彰当然强了，我也不认识啊，这个苏小雅估计是粉丝吧。无中生有，现在就看曹冲跟荀彧谁是自己人了。这个刚才估计是去领任务去了是吧？摸牛流马很厉害呀。这个是反，这个是中，那还行。无中生有，马马虎虎吧。没地方去虎，没地方去虎了。拆掉个桃子。这竟然是让他拆到个桃子，这你敢信？这照理说拆八卦肯定毋庸置疑的嘛，对不对？有点难，这周泰有点强，真的有点强。战如雄虎，不就让他一步去过嘛。然后有曹冲养，周泰有点强的，说实话啊，中乐了还好。那我得砍荀彧了呀，砍荀彧帮孙权补牌呗。哎，你南蛮都丢掉，这他妈的南蛮都丢掉，这孙权打的真是烂呀！哎呀，卡
喊一道玄玉给孙权补牌好了。杀，闪！哦，你闪，你闪，你去闪，你想闪，你去闪好了。去闪吧，去闪吧啊！主公死了也不关我事，反正。我定当身先士卒，朕威武雄风。你闪，你尽管闪，反正主公死了又不关我的事。有这种主公，有这种忠臣，我也不用指望了。啊，去死吧，孙权！再见，再见，孙权，再见。这个连弩或者酒，可能是曹冲送的。吾将何在？啊，还吾将何在嘞？好厉害，是吧？给刘协了。给刘协了，那看吕蒙能不能拿到差。哦，拿到差了，拿到差直接拆了呗，拿到杀直接拆了呗，把木牛流马轻轻一拆，轻轻那么一拆，借刀杀人。这个我不需要演员，我最好不要有演员，真的。可是你们要跟着我，我也不能赶你们走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再丢掉一个桃吧。啊，又丢掉个桃，把桃弃掉了，然后周泰又爆了。两肋插刀，你比如说周泰跟曹冲配合还是挺屌的。曹冲有周泰补牌，周泰有曹冲奶。爱人，人恒爱之。哦，这就直接刷了是吧？刷起来了就。哎，你先拆再杀呀，你把木牛流马拆了呀。这你为什么要挨一刀呀？这不丢吗？这不丢人就拆掉了呀。无懈可击，起到无懈，这肯定要让他拆掉的，绝对不能留着的。这有问题了。切记小心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孰重孰轻，一称便知。哎呦，又拿到个桃，好厉害！顺手牵羊，顺手牌再让周泰爆。哦，他要顺八卦自己挂是吧？好厉害！依我看，小事一桩。又拿到九了，打不过，打不死这个曹冲呀！不能再打了，要那个神盟，等一下把曹冲的桃给攻心掉，还能打。神盟，等一下把桃子攻心掉还能打。看吕蒙还有没有桃了，我估计没了。玄玉大概也没有了。哦，还有一个，想一想啊，三思，制衡了，加一也没要。借刀杀人，借刀杀人，借刀杀荀彧呀！借刀杀曹冲，周泰有刀有杀，肯定就砍上去了，还犹豫什么呀？起到个盾还可以，拆什么呀？拆减一了，拆手牌，大哥。百战之身，奋勇。大哥，你拆手牌是几个意思啊？你拆减一也就算了，你拆，这你背的。曹冲又要给了是吧？给不给啊？曹冲不能再给了吧？再给要出 bug 了。然后周泰就死了。哦，他居然给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我万劫打不死，周泰里面，周泰手里有桃的。周泰手里有桃的，开万剑是帮了他了。
我也觉得呀，不应该给呀。哦，决斗，决斗我留着续报了，现在没机会。秉忠贞之志，我得等他们桃什么的都没了才能用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续报要是失败了，也只能失败了。现在启动的话，肯定是打不死人的。顺手牵羊，我也觉得，哎呀，盾没了。杀！就神拳，你再起不到桃闪，我也没办法啊、哦，死了，那是死了。我、哦、还有一个桃，好厉害。那是你厉害。什么都略懂一点。我靠，两难蛮，两难蛮好屌啊！但他只敢拿一个，只拿一个。两难蛮有点屌啊，但曹冲死不掉。我替师祖把把脉。桃丢掉了。天命之子，吕蒙把桃放到了排队顶，这是为什么？顺手牵羊，两位，这你妹的，你逗我呢？死去，这不对的呀！这刘协，雄虎，就系屈命，南蛮入侵，杀。可是刘协不一定能弄到闪呀，他有顺，刘协又不一定弄到闪，就闪不到了吗？然后而且里面有个问题你知道吗？就是依我看小事一桩。哎呀，果然是有逃的，没办法。嗯，学艺给自己补一下。我永不背弃主公。你不至于连杀都没有吧？啊、哦、那还好。挂了个连弩白挂，哎呀，主公还是好危险、啊。下回合我再不动也没机会了。这，两张杀的意思吗？孙权不知道手里有没有桃酒，没有就没办法了。啊，荀彧又出到一个，好屌啊，荀彧，屌爆了荀彧。啊，给周泰了。周泰这波很凶的，乐不中就惨了。哎呀，还是死了孙权。刚才荀彧一开始就卖的话就好了，还活着。此乃屈，现在就只有屈虎吕蒙。打不到曹冲，就打个流血而已了。雷杀！哎，等一下，这咋办呀？周泰这波牌太凶了，神蒙的手牌也是明的，肯定没有逃了，死了。周泰活还能活吗？没了。将何在？呀！哦，对，这是他刚才从刘协手里顺来的桃子。哎呀，我竟然把这茬给忘了，屌！希望来了，兄弟们，弟兄们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顺手牵羊。等一下，先开焚城。先开焚城可以逼吕蒙把东西丢光。好的，漂亮，好惊险啊！别高兴得太早。反崩了还有我呢，我还没动呢，少年。哎呀，怎么起距离了，这个不好呀。你这个曹冲是可以救的呀，你为什么杀刘协不杀曹冲呢？那我机会更大了，曹冲肯定得救呀。别怕，救了以后我想想看，我先开焚城，兵刚寸断没用，先开焚城，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吧。
这沙草虫草虫死了呀。无用之人，哼，你走投无路了，死。徐云，你只要敢不丢八卦，我就决策你。啊，他还真丢八卦了，吕蒙给他示范了是吧？哦，他直接硬吃了，好屌啊！全都得躺，全都去死吧！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孙权你就不要吃了吧，吃了很危险的。然后开万剑，给力点行吗？开完万剑以后，最后打那个红黑决斗。我这个万剑已经攒了多少年了？闪！万剑攒了好多年了呀。关键是周泰有点屌，周泰打不死的话有点屌。周泰打不死的话有点屌，这周泰太屌了。好，刘歇死了，刘歇死了，那估计曹冲也死了。这什么牌啊？能不能给好一点的牌啊？连弩在这儿呢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有连弩呀。曹冲也死了。九没用，闪，闪是吧？无用之人，死！主公要臣死，哦，我开五谷吧，不得不死。开五谷说不定能找到一张借刀杀人什么的，看开五谷能不能找到借刀杀人。五谷丰登，五谷丰登，顺手牵羊，顺手牵羊，打死曹彰就顺到连弩了。打死曹彰就拿到连弩了。好，然后我决斗曹彰还有这个周泰。决斗。宁错杀，不放过。好的，那么把吕蒙留着就可以了。周泰又中了，战如雄虎，不惜屈命。然后顺手牵羊，顺走主公一张手牌，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他肯定不会给主公报的时候好。然后我丈八双杀拍一刀，杀，闪，哼，你走投无路了。两张雷杀，杀杀看吧，杀得中就杀中，杀不中就算了。闪，还有一道九杀，还有一道火杀，然后就没了。然后这点小伤算什么？阴阳寸断。滨州太乐孙权，吃个桃。哎呀，打不死周泰还是好烦呀，这个。打不死周泰有点烦。我靠，他还有一张杀，有点屌。我没有距离怎么顺藤甲呀？我也想顺藤甲，没距离怎么顺藤甲呀？我靠，闪电！哎呀，逃在哪里啊？逃在哪里？孙权你别死啊，逃在哪里？孙权你别死啊。还好还好，没断杀了，那行，断杀了还行。九火杀没用呀，我这九还不如自己留着呢。过河拆桥，开始拆我牌了，连弩没了，火杀还是一个不缺啊，没错啊。过河拆桥，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这叫九杀了，看能不能杀死。闪，杀不死就算了，下回再杀。无中生有。哎呀，有点屌呀，周泰。周泰这个太屌了。
如果不是周泰的话，这把还是赢的，我觉得啊，南蛮好厉害。刷。啊，还好孙权还有一张火杀，我得吃火杀了呀，我得吃呀，不然没杀了呀，没杀怎么杀周泰呀？容我三思。周泰打后期太屌了，没办法。九，再九杀呀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反正我九留着也没用了，中了，还是翻出来了。周泰运气好，你就没办法。如果孙权在那个，我不知道周泰是不是在续报还是怎么样。容我三思。他顺手也没打，他都是很给我面子嘛，顺手也没打。火攻一下，方便闪，杀，还得杀呀，闪，那也没办法呀，我只能死磕周泰呀。哎呀，九杀了，没杀，哦，还好没有九杀，闪，这你闪什么呀？别闪呀，你闪了人家起个万箭你怎么办？周泰明显收了一堆废牌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你妹的怪师傅打不掉就没了。寒冰剑不砍一刀，你起码寒冰剑先把那个给砍了呀。哎呀我天哪，死吧，还没死，我要断杀的话我也救不了你了孙权。你寒冰剑把他怪师傅削了吗？有杀吗？我靠，顺手牵羊，把孙权减一顺了好了。宁错杀，无放过，无懈可击。我靠，这你敢打无懈？无懈可击。好，把他手牌顺了。决策。无用之人，无用之人死。我靠，还活着。把他这个减一顺了，死，无用之人，我怎么还没死啊？算什么？哎呀，完蛋了，还是不死。杀！孙权，你是闪吧？闪。哦，是闪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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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吓得我半条命都没了，真的是吓得魂儿都没了。哎呦，厉害，一个逃。死吧！我要拼了！宁错杀，无用之人，死！战如雄虎，无用之人，死！孙权，你也得给我死！我的天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李儒那剑终于赢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，爽，爽啊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哎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我冷静一点。有点屌啊，李儒那剑就是这么短，屌是不是？哎呦天哪，好，每个人都给个赞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